同样归于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哦，我今天啊，所以会那么喜乐啊，因为婚姻乃是预表基督与教会。哦，这丈夫预表羔羊，哦，妻子预表心腹。这羔羊要娶心腹的时候啊，圣经说啊，就是我们喜乐欢腾的时候。主实在把喜乐欢腾的灵啊，高抹在这个聚会的里面。我的父亲啊，他我们结婚前、啊、他也还没信主，但他、啊、参加我们的结婚聚会，他真是耳目一新，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他里面也受感动，所以啊，经过一年以后，他就受尽归主了，感谢主。所以这个结婚聚会啊，不仅是结婚聚会，也是一个福音聚会啊。我听啊，这个今天啊来参加福音参加结婚聚会、啊、超过100位的福音朋友。阿们，愿你们参加这个结婚聚会耳目一新，听见啊弟兄姊妹的见证，有生命的话进到你们里面，为你们预备道路，预备你们得救的道路。阿们。也感谢啊这个神主宰的安排，感谢陈俊阳弟兄夫妇的服侍，能够成就今天的美事啊。也愿主祝福这个新成立的家，能够成为众人的福源，能够在台中这里哦，刚刚听他们的心愿啊，他们也愿意啊全力竭力的摆上，能够在这里啊得着许多的青年人进到教会生活里哦，也成全他们，牧养他们，从一个永留生命、永留活水的人，这些青年人能经过他们的服侍，被变化成为金银宝石，成为神建造的宝贵材料，建造基督的身体。愿主祝福这个家，啊、这个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也结满了这个青年人的果子，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我先要谢谢许多的弟兄姊妹，这个能够这么一大早，因为周六好像会塞车，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是一大早就出门，然后能够到这里来扶持宪恩跟晨兴的结婚聚会。阿妹，那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这个在召会中从小看着他们从小长大的，那真的是弟兄姊妹的各方面的供应托住他们，服侍他们，让他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结婚聚会。阿们。所以这个今天大家来真的是盼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同分享这样的喜乐。那另外一面也真是要非常的感谢主，把他们摆在召会生活中各面的成全，让他们有这个愿意这样服侍主的心愿。那也刚刚跟现任的父亲说的一样，为他们祷告中觉得一个人可以跑得很快，但是两人三脚不容易。阿们。所以接下来呢，这个两个人的调和，两个人的磨合，好，实在需要主加倍的恩典哦，来供应托住。阿们。那毕竟还是这个有同样的心愿，但是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阿们。那我觉得这个是经历主哈、哦，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凭借。阿们。那这个所以，因为晨兴，我们在家里从小晨兴就是。很贴心，然后我们每天从小时候开始，他们就是我们吃饭的时间就是我们一起交通相调的时间，所以每一次的吃饭呢，我会分享哎，我今天聚会摸着什么，听到什么见证，享受了什么，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彼此的供应。阿们。那我觉得不知不觉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就有很多甜美的交通。那甚至到了晨兴，他到了训练里啊，这个有机会在台北遇见他，我也总是抓住机会，好，彼此交通，哎，自己的近况，然后牧养的小羊所过的教会生活。那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对，我觉得这个我不只把她当作我的女儿，好，我真是把她当作一个在主里的姊妹，能够一同的做同伴。那时候知道晨兴跟宪恩在交往，然后这个他宪恩要来我们家有交通，那时候呢，我想哇，这个弟兄要娶我的女儿，然后就预备了一些问题，我想说啊，这个弟兄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啊、然后呢我在那个预备问题的过程里、啊、就列出了几个一些问题，不是几个一些问题，
然后等到先恩弟兄一来我们家呢，坐下呢，哎，他就侃侃而谈，把他得救如何有心，开始有心愿爱主服侍主，甚至后来这个有一生全时间服侍主的心愿，他就这个把他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等他讲完之后，我发现我要问的问题他都解答了，阿们。所以我觉得感谢主，真的是主所预备的，好，那就是非常的喜乐，阿们。那这个我需要这个最近跟先恩就观察先恩弟兄，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竭力服侍的弟兄，这个连昨天去登记一路上都一直在接电话，接不完的电话，然后一有空档，哎，电话又来了。好，那我觉得主啊，这个他们刚刚也说，一个喜欢打字，一个喜欢讲电话。好，那接下来呢，盼望你们在家里的生活有更多面对面的交通。好，不要一直是在打字，一直在打电话讲电话。好，需要有更多面对面的交通。那我昨天也跟先生弟兄说，每天你要留一口气给姊妹。在外面服侍的非常的忙碌，非常的竭力，但是不要忘记你在家里还有一位，这个需要你的交通，需要你的牧养，需要你把你的负担，甚至所需要的一同交通祷告，阿们。那这个现在成了一个家，好，不只是个人爱主，好，一个家要来爱主服侍主，这个还有很多路要走。好，还有许多要学的功课，阿们。我相信主在你们里面，好，会一点一点的带领你们，阿们。那这个哥林多后书说，哥林多后书13:14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盼望你们一直蒙保守在这个神圣三一的爱好交通里，阿们。使这个家呢，这个预备好。好，真是成为同心合意爱主服侍主的家。那主要带你们往哪里去，这个我们相信这个没有任何的缠累，没有任何这个能够捆绑的，阿们。让主在你们身上能够得着自由，阿们。